级汽车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。酷宝。让我再看五分钟。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。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。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。是暴龙装甲车。酷宝，快跑呀。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跳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，不许你伤害大家。大口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头破啦，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跑，糟糕。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洞，等着你快靠近，快速掉进去，滚筒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。成功了，快开始修建大楼吧。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搅拌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，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了。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下！章鱼车来袭。成功了，终于从大坑里出来了。太感谢你了，雷克警长。不客气，路上小心。
嗨，小美。嗯，你好嘞。对不起，我弄脏了街道。哎，雷克警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城市清洁日，我们必须保证城市里干干净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小美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啊，很好，我也该去打扫公园了。想让城市干净整洁，哼，我偏要把城市搞脏搞乱。章鱼车，该你出场了。终于洗好了，我敢说我是这条街最干净的汽车。是谁？天哪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章鱼车在到处喷墨，这种墨汁又黏又脏。你们看。我们要赶紧清除墨汁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螺旋洒水车咕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长手臂无穷力气，大车小车都吊起，需要救援大声呼喊，超级汽车来帮你。大家都安全了，呼噜爷爷交给你了。小意思。旋转喷射哗啦哗啦，上上下下都冲刷，加强威力喷喷喷喷，大街小巷变干净。呼噜爷爷小心，站住别跑，守护城市我的责任，加速向前追追追，小心小心左右躲避，超级汽车保护你。哎呀哎呀，看不见路，开启雷达滴滴呜，发现目标快快行动，是猪大王成功抓捕。哦，钓到了一条大章鱼。哦，大鱼大鱼哗啦啦，冲刷街道冲刷房屋，大鱼大鱼哗啦啦啦，空气变得好清新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照耀城市美丽干净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每个角落亮晶晶。快看，有彩虹。哇，这个没用的章鱼车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超级汽车，我要把你们拍啊。这个坑还没填好啊。救命啊。大嘴贪吃车，胖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当然。
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！我也得好好准备，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？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！哈哈！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！送给你，乐多多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哈哈，太感谢了。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嘿嘿，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哦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哎，我的礼物！嘿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雪碧挖掘机，酷宝，跳跳车库车，妮娜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不是更有趣吗？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互换工作。啊，好无聊呀，每天都在不停地送货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拜拜，我要送客人去沙滩，先走了。再见，妮娜。真羡慕妮娜，每天都可以载不一样的客人去不一样的地方，肯定很有趣吧。好了，班班，可以出发了。目的地是……我知道，农场。反正每天都去那里。
久见面了。嗨，你呢？丹丹，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我的工作太无聊了，我想换个工作。换工作？那你想做什么呢？我觉得你的工作很有趣，我想试一试。好呀，那我们互换工作吧，我替你送货，你替我送乘客。太好了。贝乐虎开心虎，什么事儿呀？班班，朱大叔很着急，你快把他的货物送到农场去。好的。哦，可是我刚刚和妮娜换了工作。换工作？没错没错，班班帮我接送乘客，朱大叔的货就交给我吧。那好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货车搬搬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是跳跳出租车，大大轮子弹啊弹，顶着箱子去送货，这份工作交给我。妮娜加油！大箱子，农场的；小箱子，超市的；黄色袋子，兔奶奶的；红色袋子，红伯伯的。是啊，这份工作太难了。我们还是换回来吧。我是跳跳出租车，不送货物送乘客，乘客乘客要去哪？放心，马上就到达。我是巨无霸大货车，肚子大大能装货，跑到东来跑到西，送货从来不犯错。适合我，不要不要换工作。今天差点闯祸，幸好问题都解决了。班班，妮娜，酷宝，我听说你们今天换工作了，好像很有意思，要不要跟我换换呀？不要啊！守护朋友。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我好喜欢亚米啊。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。酷宝太棒了！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！一切都很美好。哼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！出发！
追上小甜甜圈了。你是谁？不许动！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不过，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！呼叫指挥中心！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。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要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，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，不怕，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。无敌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，炮弹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攻击，全部被抵挡。我的水炮弹对他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！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丢丢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哎呀，打不倒！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不是工具。发生了什么？能量升级！你们一个都别想逃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高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！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，朝目标发射，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守护。超级汽车在一起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危险的兔子车，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。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，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
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。后勤车哔哩呜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抓到了。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。消防车最无敌，大大水泡砰砰砰。打中了。受伤了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。别管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鬼子侠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飞得高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长过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起来包围，全部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真假洒水车，啦啦啦啦啦！嘿，葫芦爷爷，早上好呀！您又在给小花浇水了。没错，这可是我的工作。那您继续忙吧，我要去巡逻了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呼噜爷爷什么时候跑到我的前面了？嘿，呼噜爷爷。呼噜爷爷变得好奇怪呀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泡泡洒水车太厉害了，这次看你们超级汽车怎么办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帮我联系呼噜爷爷，让他别再喷泡泡了。开心虎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怎么有两个呼噜爷爷？你们在叫我吗？看来喷泡泡的洒水车是假的。要赶紧抓住他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。飞天救护车安琪。螺旋洒水车呼噜噜。超级汽车出动。
跑，水花呀花，汽车弄转圈圈，一不小心摔一跤。哎呦，别担心，我来了，好好都冲干净，哗啦哗啦下雨啦。救护车飞呀飞，受伤了别害怕，哇呜哇呜我来了。谢谢你。跑跑车别想跑，开雷达照啊照，一无地无找到了。站住，别跑！加量发射！不好，我的雷达撞坏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忙寻找。我来清理泡泡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转转右看看，跑跑车躲在大树下。嗯，怎么不见了？洒水车哗啦啦，洒水枪会旋转，挡住所有大炮。跑跑车别想跑，加速度追啊追，瞄准目标抓住你。任务完成。嗯，这次先放过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泡泡，那就去给我们洗车吧。